现在就要来考验蓝明沟的一个后防了。这一球打到了左半边，落在线内又是安打了。这时候相对要追回比数，往二垒传 ，safe。哎，一样，有，这次大家以后都要仔细看，裁判到底有没有同意这个暂停。哇，两支二垒安打，相对立刻追回一分，回来得分的是蔡明觉，发抖。周董一定说：“哦，小老弟，今天你拍这港口，都是利益啦，都是利益啦。”这个头早该要扒了，没有留在现在扒，免得太早打晕了。没有，我的扒的意思是说，他应该是可以回来得分。